手，一起郊游，舍不得挥挥手。你是我的梦，像北方的风。我们有机会在现场听到这首歌，哎。耶！听到这首歌，哎，怎么样？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你把人吃了，是不是？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这也太好笑了，让我笑一点点。王医生，手放下，手放下。这时候，如果我唱一首《风雨的洗礼》，阁下又该如何面对？这是飞翔的感觉。是飞翔的感觉。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。张小文，张小文，好看好看好看。起身，太不同了。嘿，急走。他要吐你了，他要吐你了。他的嘴上挂的是口水丝吗？对对对。干杯！你要说啥？你要说啥？我不要说啥。你刚刚说今天去干嘛？今天走一个主打一个笑脸，笑脸风格。我们要去哪里啊？我们要去偏校园一点的地方，怎么样？好啊。好，沈月已经录完走了，接下来该我录了。哦，怎么这么矮呀？怎么这么矮呀？怎么这么矮呀？哥，现在你那个慢慢的转身。我们正在拍海报宣传片。好了，各。在录了，大家早上好。早上还没开嗓子，大家早上好。今天我们要迎来好几位客人。哦，对，忘记说了，今天不是我的 vlog。没有想到我的 vlog 有一天能做大做强到这种地步。今天还是会欢迎我们的几个老朋友，然后一会儿我们来。等他们下来吃，一会儿我们来等他们一起过来吃早饭。是哪些老朋友呢？噔噔，就是我身后这些。
he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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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y. Bye bye.